告诉他，当他离我而去，墙上所有的照片相框，包括他唤醒我的闹钟，请都拿走，我不要回忆了。但我怀念他们，所以又要回来了。老师大叫你，真是真的不好意思了。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，他心地好，玩得高兴，把裤子输了，所有的人都入睡了，现在差不多是凌晨三点多了，再过两个时辰啊，旭日在渔民的后棚升起，请你回去吧，你说的对极了。要杀人，他硬打我，我又打了他，坐了监狱。穷人真的不怕死吗？真的吗？真像街头都是藏的吗？是的，一个穷小子又能干啥？除了当一名摇滚歌手。围在这昏昏欲睡的城市，没人适合做一名街头斗士。